运气这个东西陪伴着我们身边每一个人。有人说运气是心情的一部分，有人说运气是实力的一部分，可是从来都没有人说得清楚运气它长什么样子，是什么样的颜色。而这就是我想象的运气。有的人运气好，这个人就是我的老板陆星城，他的运气非常好，好到连续6年拿到年度最佳时尚人物奖，走到哪儿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，在公司里更是呼风唤雨，叱咤风云。哎，你慢点，你们让我等一下，不好意思啊。而我的运气特别特别好，今天终于陪你了。上面太挤了，下次。你决定主动去找你们主编了？我都在 check 2年了，主编都不认识我。我要给他看看我的设计稿。那我给你算算今天的运势。别算了，你算了10多年了，算来算去不就都那样？算算又没坏处。我得走了，我们主编9点准时出门。哎，发工资还早呢，少打车啊！慢点，别又摔跤。知道啦。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停下来了？怎么了？这以前没出过这种状况。我倒是常出这种状况，那怎么办啊，师傅？小姑娘，你先下车吧。啊！就我这车也走不了了，你要不换其他的车吧？钱我也不收你了，好吧？哎，有电了！